我觉得今天代表就是昨天新闻很满的那个梦想温泉吧，梦想温泉呢，来，名字你自己说。因为我就想说，你刚好今天那个就是有个活动，然后我要帮你就是炒热一下这个热度，方便增加一下新闻。哇，好热哦，热到大家都想去泡温泉了。因为我们刚好前是多久之前？过年前还过年后？过年前，过年前一起去泡温泉，我就故意压到。这个礼拜才发，对，这礼拜才发，对。没想到就是新闻火热火热的，都很想跟大家一起，就是跟冯梦莎 Cici 泡那个梦想温泉，对，好性感，好羡慕的感觉，对不对？而且其实我今天本来想说，是不是应该要让 Cici 表演一下，就是很想看大家很想看你们擦地板，但是呢，我突然看到这里的木头地板，我真的是害怕你的屁股会受伤，所以还是呼吁大家，就是如果想要欣赏。冯梦莎 Cici 的话，一定要来球场支持哦！好的，一定要去球场支持一下。然后有没有什么祝福的话想要跟壮壮说的呢？因为就是壮壮一直都非常努力，然后在就很开心，就是我们以前从棒球，然后一起现在到篮球，然后不管是在棒球上面，还在篮球上面都有非常好的成绩，所以我们都很替你开心。然后刚刚他们有几个啊，妹妹来，然后穿很低胸，我刚才跟他们说。大高一点，大高一点。不用，今天不要踩场。我最希望大家都是穿得非常的性感一起来。对啊，所以子今天是标准装扮。对，我今天是故意穿这样的，是不是？礼貌，像参加婚礼一样。对啊，我想，不要踩场，刚刚说，拉高一点喽，拉高一点喽，大家接吻啊！我喜欢大家跟我一起裸露。毕竟是 sexy 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是希望他的写真可以大卖，因为一直都知道他很认真，而且他那个歌其实我应该是第一个听到的吧，对，对吧？而且还没发的时候就在这里听的，对，就在这里听的，对对对。我爸就是在一个聚会上，然后那时候这首歌完全没发行，也没有唱歌词进去，就是只有曲出来，对，就是，然后我是第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人，然后那时候心里就是很希望就是。你的后面都很顺利，然后你也真的都很顺利，就是替你开心，我们大家都很替你开心。谢谢冯梦莎 Cici， 谢谢，很感谢就是所有的我的 Cici 们，然后今天力挺我来，然后有一些没有到的女孩，其实是真的都很想来，但是身体不适，但是他们的心意我都有收到了。是，希望他们的祝福到你身上之后，就可以越来越厉害了。对，一起厉害，成绩要很厉害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一样呢，请我们的冯梦莎 Cici 呢，跟壮壮来进行一个合照。好，那我们中间靠近一点点，可以稍微侧身。那我们看一下这。